今天周六的人多吧？多。四筐鸡大骨，卖的光光的。这都是卖完的。要整点鸡柳，然后你看看俩鸡。分期收款15元。 忙完了，炸几块年糕，给隔壁摊，然后送点，大家都尝尝。 收拾完了，把菜上上交给你。明天的上交替儿。哦。没有人，那就就这吧。以后给我打电话，给我说去，给我说给你留。哦。你吧啊。哦，在。要卖的光光的。啥也没剩。 哎，对，还有点10块的呀，20块的，嗯，你看兜里装哪兜嘞？别兜着装。 没有，就这个兜嘞。没照给人家。没有，我这没有照片，你那边照下了。啊。我这光人家收拾那啥，照片是你那装的。那能让垃圾桶里有？是。掉了。 那可不准，你那掉了，你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，掉了20块的，别那么掉。那这又20块嘞？你确定？确定，100%的确定。掉了。那没掉那别的，要么找的钱儿，你别的弄着。这老汉儿那叫包吧？我往兜里一揣，一揣里这又掉了。兜这是甜的兜。 啊，掉20块钱，哎，卖几份才能挣20块钱？好几份白卖的，我是的。哎呀，下一次注意着点。
下次你拿点包，那药包给你看，药包带上。你把药包放家里，然后我也没那啥，回去都没用。